多伦多电力公司在去年的秋季已经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悭电计划 Power Saving Blitz。 Power Saving Blitz 主要是设计给一些用电少于 56kW 的小型企业，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透过升级电灯去减少用电，从而减少电费。在一些情况里面，只需要更换了那些比较悭电的电灯，就可以每年节省高达400元的电费。参加 Power Saving Blitz 只需要两个步骤，第一个是能源评估，第二个是翻新工作。能源评估的费用是由多伦多电力公司负责，客户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费用。多伦多电力公司还会给300元至1000元的补助费，去帮助商户升级那些比较有效率的电灯。到目前为止，在多伦多已经有超过2500个小型企业参加了这个悭电计划，在 Riverdale 的 Bobville Farmer Market 的 Leafer Child 就是其中一个。你间商店今日有咩特别嘅事情发生啊？我哋参加咗一个 Toronto High 做嘅节能 program， 叫做 Power Saving Bullets Program。My name is Linda Pranjic and I am an。我叫 Linda， 系多伦多电力公司嘅评估员。有好多商户都唔发觉，其实佢哋只需要换10至15嘅设施，就可以帮佢哋节省好多嘅电费。呢个评估绝对唔会影响到佢哋生意上嘅运作。只需要15至20分钟，我哋会在不影响他们日常工作的情况之下跟雇主商讨。你在哪里听到 Power Saving Blitz 这个悭电计划呢？是他们入来介绍的。那他们有没有收取任何的评估费用啊？不用。只需要评估完成，他们每一个都很惊讶看到这个计划可以帮他们节省到多少的电力和电费。他们可以取得1000元连同 GST 的补助。这个计划非常有弹性，因为雇主可以自由决定哪些设施需要更新，他们可以全部更新或者选择某部分的更新，是非常有弹性的。安装这些电灯他们没有收取费用呢？他们装的灯是1000元楼下，是 Toronto High 做付钱的。一旦雇主参加了这个悭电的计划，只需要几日，他们就会收到电力承包商的电话去预约相关的工作。那些来更新电力的人员全部都是注册的电工。工作一旦完成，就会给他一个 Electrical Safety Authority 的许可证，去确保所有电力工作都是根据指引而完成的。所有关于这个计划的工作都可以享有一年的保养。你觉得这个计划是怎样的？是啊，都OK的。想知道你的生意可以悭翻几多少，或者想知道自己是否合资格申请 Power Saving Blitz， 请立即同我哋嘅注册评估员预约。预约电话是416-599-9210。节省多少将取决于你的业务规模。想知道更多有关一个计划的详情，请立即浏览 www.torontohydro.com/savingsbiz。